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有一些动作呢看起来有一点点困难，如果你不熟悉没有做过的话，你可以先做几次小动作，再慢慢的放大，或者你可以先把动作看仔细之后再跟着我一起练习。准备好你的瑜伽垫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心轮瑜伽的练习，这个练习呢可以帮助你把你的胸口打开，所以如果你有胸闷驼背的状况都可以改善。另外如果你觉得心情闷闷的也可以做哦。我们从简单的呼吸开始，将双手打开来放在大腿的两旁边，吸口气，将手掌心撑开，把手臂向外打开，吐气，再把手臂慢慢转回来。我们顺着自己的呼吸再做几回，吸气打开，吐气合起，试着带上你的胸口，带上一点点的颈椎，微微的抬头和低头。我们再做一次，就要加上手的动作咯。吐一口气，下一个吸气，将双手往上，吐气，再把手放松回到大腿的旁边，吸气向上，吐气放松，最后一个往上提，往下，慢慢的我们把膝盖弯曲，将臀部稍微向后一点点，两只手环抱住你自己，身体微微的向前，蹲下来一样，我们去吐气，吸气打开胸口，手往两旁边，吐气环抱住自己，吸气打开，试着每一次的呼吸都从你的胸口带动，从你的胸口出发，甚至感觉更多从里面，从我们的心出发。吐气，吸气，最后一个，抱住自己之后，我们将身体向下，将手臂放松，来到小小的前弯，肩膀和脖子放松，膝盖可以微微的弯曲，没有关系。吸气，手再次往上，吐气前弯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前弯。我们试着把前弯的动作再做的大一点点，所以这一次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帮我把膝盖伸直咯。吐气，膝盖弯曲，来到你的最低，帮我把膝盖伸直，弯曲膝盖，吸气再次向上，吐气弯曲，吸气往上，吐气，顺着你的呼吸再做几回。除了感觉我们的胸口之外呢，要感觉你的双脚也是稳定的踩住地板，重心平均分在双脚的中间。最后一个，一样我们在底下稍微停留，将两只脚伸直，手来到你目前的最低，停留，感觉一下腿后侧正在伸展，拉筋的力气有一点点酸酸紧紧的就可以了。两只脚微弯，手顺着你的身体扶到你的双脚，这样身体回来，我们要进入第一个主动作咯。先帮我把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我们来到弓箭步的位置，右膝盖请你弯曲，后方的左脚尽量伸直，力气帮我踩在小拇指的外侧，所以膝盖不能掉下来，背往上提高，双手向前推，再将你的左手向后，
右手向上。再试一次咯，双手弯曲，往前推的时候吐气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双手推，吸气往上，吐气推，吸气往上。最后一回要稍微停留咯，将左手留在后面，右边的肩膀帮我放下来，身体再向后，试试看左手能不能摸到更远。下巴微收，让身体回到中间来。我们在底下换脚，将左脚放到前方，右脚向后。两只脚的距离不要太窄，也不要太宽。膝盖弯曲伸直，你可以感觉一下脚的位置，需要调整可以趁现在。大一点或是小一点，两只手接我咯，向前推，右手向后，左手向上，吐气往前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向前推，吸气向上。我们再做两个，准备停留。往前，往后，来到你现在的最远。手可以顺着你的膝盖再往下一点点，靠近小腿吗？下巴微收，让身体慢慢的回来。再将双脚踩回来，两只脚轻松的活动一下。双脚现在帮我分开来，要比你的臀部还要宽。两个膝盖弯曲，从你的髋关节开始打开，大腿、膝盖、脚尖帮我朝外，肩膀向后，我们做一个大字形的伸展，手弯曲，吐气，吸气往上提，吐气弯曲，吸气向上，想象你的双手摸到你的家里的前后最远的位置，手指尖往外，力量往外延伸到你的末梢。每一次吸气，感觉我们的胸口再打开更多。如果你感受不到的话，手可以来到肋骨的位置，试试看，吸气，两只手往外打开，吐气，膝盖弯曲，吸气打开，吐气弯曲，找到呼吸的力量，找到胸口的力量，我们就加上双手弯曲，尽量向下蹲，吸气往上，大字形，吐气弯曲，吸气往上，最后一个一样，我们要准备停留咯。来到你目前的最高，试着稍微抬头，打开胸口，指尖往上提，留意一下臀部不要向后，不然你会失去平衡哦。腹部收紧，臀部收紧，很好。吐一口气，将双手放松下来，将脚尖扣进来，我们做一个前弯，两只手放松往前，到你目前的最低就好。可以扶着双脚，也可以扶着地板，记得肩膀和脖子要放松。如果你觉得脚很紧绷，也可以让两只脚弯曲伸直，轻松的左右活动一下。我们把膝盖弯曲，要准备让身体慢慢起来咯。借我你的右脚往外打开来，我们做一个三角式，手往外拉长，背往上提，将你的左手向上，右手来到小腿的前方，肩膀尽量往下，上下拉长，借给我上面的手咯，吐气盖下来，吸气往上提，吐气盖下来，
来到臀部的位置，吸气往上，最后一回吐气，吸气，一样我们稍微停留。如果你觉得不稳定的话，底下的手可以轻轻的扶在小腿的上面，力量不要给的太多，将左手轻轻的放下来，身体回到中间，我们直接换边咯，左脚打开，右脚扣，身体先帮我摆正，手拉开来，整个身体向左，右手向上，左手轻轻的搭在小腿的前方，眼睛跟着上面的手，吐气下来找到臀部，吸气往上来到天花板，吐气向下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往上，我们停留，留意一下身体不往后，尽量打开，将上面的手先盖下来，将身体回到中间，脚呢帮我收小步一点点，大概是臀部的宽度，双手帮我向上提，两只手往后绕，把你的手在后面扣在一起，我们把胸口打开来，做一个深呼吸向上，记得脖子不要折得太多，手保持扣住的，下巴微微的内收，让身体向前，我们前弯下来。这个前弯呢，不用很低，我需要伸展的是你的手臂，需要打开的是我们的胸口。再做一个深呼吸，将双手轻轻的放松，找到你的背，再找到我们的脚，我们要慢慢的坐下来咯，将双手撑住地板，轻松的来到一个坐姿，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都可以。最后我们做几个深呼吸就要结束这个练习了，左手放在你胸口的上面，右手轻轻的交叠上来，你可以把眼睛轻轻的闭起来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尽量从你的胸口，从我们的心出发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两个用我们自己的呼吸来做。将下巴微微的内收进来，我们对自己说几句话，我们在心里默念着感谢我们的身体，也感谢你今天对自己身体的专注、付出与努力。希望这个新轮的瑜伽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放松。做完刚刚的瑜伽练习，是不是觉得通体舒畅呢？瑜伽的练习不只是会动到单一部位，其实全身的肌肉都需要帮忙哦。希望你全身的肌肉都有用力，都有伸展到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